就是桂鱼肚，它是最圆的部位。跟你拿300，那没有送。因为那个很油，很好吃。来，帅哥你好。对啊，200块，你好吃的老板。这一盒是100块是吧？对，要100块。再便宜一点，我再带一盒给他。老板，这个已经折50了，没有那么好赚，真的啦。我可以给你，我会尽量给你，真的没有那么好赚，真的。老板，你要去吃还是带回家吃？那你把冰块哈。好啦。有一家专门卖那个的，那个不是卖野生的，卖完就好。